大家好，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买四开扩展库中的如何使用买四开这个类。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处理一下结果集。好，我们打开课件，看一下。咱前面介绍了买四开呢，一共有三个类，其中有一个就是结果集类，买四开 result。这个类呢是专门用来完成查询语句。使用 select 语句后得到的结果集，结果集的处理。那咱处理结果集主要处理哪两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处理记录，就是一条一条把记录能读出来。第二个就是处理字段信息。处理字段信息，如何把结果集中的列的信息，比如说列名啊，列的属性啊，获取到，主要是处理这两方面。那我们看一下结果集类，中间跳过这个准备好的语句这块，下边这个类才是结果集类。它里边呢需要的属性和方法不多，大概也就十个成员方法左右。然后呢五个属性。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处理结果集。首先呢，我们得先来像上节课一样，我们得先连接一下数据库，比如 demo.php， 我们打开。上节课咱们用买四开连接数据库，直接买四开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连接用户名 localhost， 用户名 root，主机12345 6，然后数据库名，然后咱们得使用这个去判断，这第二步判断是否能连接成功，使用 MySQL 里边的 CONNECT 连接的 ERNO， 用这个判断连接是否成功。那连接如果失败的话，假如说错误，连接错误，获取连接错误的信息，使用 MySQL 里边的 CONNECT 下划线 ERROR， 使用这个来帮我们完成，然后将 MySQL 这个直接退出就可以，退出程序。连接完之后，咱们假如说后边需要释放，关闭连接，调用这里边 close 就可以了。在中间呢，咱们执行过了非查询语句，那这里边咱们要执行select 语句，使用它语句，那么执行后返回来的就是结果集。结果集在这里边呢，咱们结果集就是一个对象。好，我们来试一下，比如说做一个 select 语句，等于我直接用星了， select 星 from， 从咱们这里边有个 shops 这个表，然后使用一个接收结果集，使用 MySQL 里边的 QUERY， 使用这个去执行这条四个语句。好，我们来看一下返回来的是不是一个对象，结果集对象。我们运行这个脚本，看一下是 MySQL result 对象。有了这个对象，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对象的十个方法、五个属性，来从这个结果集里边获取到任意我们想要的信息。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边如何获取这里边的，先使用属性，如何获取行数和列数，我这两个呢就一起获取了。如何获取它的行数和列数？那好。有了结果集对象，
假如说我想知道表中有多少行，多少列，那么我们直接在这儿做两个变量 ，rws $rw cols 列，那我只要通过 rws 等于多少 ，cols 等于多少，就可以获取到行和列。当然，通过都是通过结果集对象里边的，所以 result 通过结果集来获取这个对象。那么看哪个属性或者是方法，当然这里边使用的是属性了。你看，这个是获取结果集中的行数，这个是获取结果集中的列数。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你看行数是 num rws 行数，然后列数 field count 这两个属性。好，我们来运行一下。82行5列是这样的一个表格。当然结果集跟真正的表没关系，比如说就取一个 ID， 取个 name， 那这个呢就获取到两列，所以列数呢就是两列。你看一下82行两列，如果我加一个 while 条件呢，你看 while 条件 ID 小于50的，那我们再来获取一下，你看行数又变化了，是48行两列。这是通过结果集里边的这两个属性获取有多少行有多少列，保存一下。当然我们这块再改回这块再加上改回来，还是用新的方式。既然我们知道多少行多少列了，那我们先来获取一下记录的信息，记录信息，也就是把里边每一条都获取到。这里边获取记录呢有这么几个方法，你看一下fetch array 这个 object rw， 有这四个跟咱们过程化的很相似，过程化咱们也有四个，比如说这里边是对象里边的方法，结果集里边方法有 fetch 下划线 rw，它对应过程化的就是原来咱们买 SQL 里边的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RW， 是这个。当然咱们这个对象里边还有FETCH 下划线 ASSOC， 这都是方法了。那对应的就是咱们前面买 SQL 扩展里边的方法，是这个 MySQL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ASSOC， 还有结果集里边的 FETCH 下划线 ARAY， 那对应的过程化的就是 MySQL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ARAY， 还有一个结果集对象里边的 Object 方法，对应的就是 MySQL 这就是四个获取记录的信息。你看一下，那它们的作用呢，就是执行每次执行一次，就会从结果集中取出当前一条记录。那当前记录，默认的当前记录，就是第一行记录。这个当前记录呢，可以，假如说你不想使用第一行，可以使用咱们这里边这个去调节。你看date sec 使用这个去指定，比如说写5，就从第五行作为当前的默认当前记录，从第五行开始取。那每次取出一行，然后每次取出一行，然后指针走向下一行，
指针啊、指向下一行，每次执行完指针走下一行，所以呢下次再取时就会取出下一行。当结果集中没有记录了，集中没有记录时则返回甲，则返回甲。所以呢咱们可以跟前面一样用循环把它取出来，比如说每次取一行通过这个结果集里边。那这四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取出一行作为关联数组，这索引数组啊，索引数组，这个呢取回一连当成关联数组，也就是啊关联数组下标就是列名，也就是字段名。然后这个呢是两个数组都返回，当然可以通过像指定 MySQLi 下划线，比如说ASSOC 返回索引，单独返回 MySQLi 这个属性下划线 NUM 取出这个取出关联，这个取出索引，还可以使用 MySQLi 下边的 BOTH 两个都返回，默认就是第三个，这个是默认的返回的。当然这个咱们尽量不要去使用，因为它两个数组都返回的话效率不那么高，就像一个人背两个包袱一样嘛，效率比较低。这个呢返回对象咱们通常也不使用，因为咱们一般的时候转成对象的时候呢等等手工的去转换，自己定义一个比如说针对这个表的类然后自己去处理，所以呢很少使用这种，反正我个人呢使用这种很少。那像第一种和第二种使用哪个呢？一是看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你爱好使用哪个就可以使用哪个，比如说你喜欢处理索引数组就用第一个，喜欢处理关联数组就用第二个。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用关联数组的方式，因为呢我不用考虑到什么，就不用考虑到下标第几个对应的是哪个列，我直接用列名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呢它从这里边比如说我习惯用的 fat 下划线 ASSOC 每次获取一行，那返回来呢就是什么这一行记录的。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是关联数组，这是第一行记录的。如果我换成 ROW， 你看返回就是索引数组，下标是0 1 2 3 4。如果用 ARAY， 就是两个数组现在都返回，两个数组都返回。当然我可以用这个，假如说我想返回索引数组里边只要传上 MySQLi 下划线ASSOC 就会返回关联数组，看一下也是一样的。当然这是获取一条，如果我再执行一遍那就获取第二条，再获取一遍执行第三条，以此类推，这样能获取到最后一条它就返回甲。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循环来写这个，比如说 while 循环返回一行等于结果集对象中的 FETCH 下划线 ASSOC PRINT 下划线 R， 你看一下返回，然后换一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每次换一行，什么时候退出循环，当最后一条获取不到的时候返回甲，返回甲的时候 while 循环也就跟着结束了。正常情况下返回都是数组，数组呢会当成真来处理吗？看一下一直到最后一条都出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表格的形式打印出来，比如说输出 table 然后 BORDR 边框等于一，等于 center 放在中间，宽度比如说等于900，输出斜杠 table，
这里边输出一行 TR 斜杠 TR， 那里边这个是数组，数组里边就包含每一列的信息，当然你可以去编列，也可以一行一行把它写出来，比如说输出这里边 TD 斜杠 TD， 然后比如说一行一行去写出来啊 ，ROW 里边的 ID， 你看我这里边只是一列的信息，看一下，只要了 ID。当然，你要不想一列一列写出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循环。当然，大部分我们都是一列一列写出来就可以了，因为写到这表格已经基本上固定了。当然，你要不是过程化的，把它形成二维数组，将来咱们用模板分配给模板就可以了。一行记录作为一列信息。因为这里边每一个也是数组嘛，所以直接输出 TD， 然后里边 COL 每列信息，你看一下，现在表格就出来了，82行5列一个表格。当然咱说了，如果我不想从第一行取的话，我可以怎么办？你看，我直接从结果集里边有一个 DAT 下划线 SEK， 假如说指定50，那我就从50开始取，你看，当然 ID 是从52了，这样的话前面是82行，因为为什么前面是82行呢？你看一下，因为我在下边取的，上面取的行数，所以还是原表结果集里边的，这只是在结果集里边移动到50行开始取，当然这条语句呢咱们不一定能用到，有一个这个可以移动的，您记住这点。既然有结果集了，那么结果集呢，咱们也是一种按过程化来说，咱们也是一种资源，所以也需要释放。这里边你看有 close 释放的方法，释放结果集，所以这个 free close 这两个方法呢，它都是释放的，还有 free result 释放结果集，这三个你用哪个都可以。比如这里边我直接使用result 结果集里边的 close close 可以，或者使用 free 可以，或者是 free result 也是可以的，三个都是一样的嘛，刚才看到没有出现任何错误，那么就把结果集释放掉了。所以我们这个分这个几步骤，获取记录信息，移动记录，然后便利记录，释放这个结果集，这是我们记录上的操作，处理记录的时候需要的几个，比如说咱们看到结果集里边的属性，属性咱们用到什么num 下划线 rws 获取属性的多少，获取多少行，那么方法咱们这里边大部分都用的是方法，使用比如说DAT 数据 SEK 移动指针，然后 FETCH 下划线 ASSOC获取关联数组，下划线 ROW 获取索引数组，还有 ARRAY 获取到两种数组都可以获取到，然后还可以是 OBJCT 这些数组，然后关闭结果集，当然这两个都有了，关闭结果集使用的是FRE 可以，还有是 CROSE 可以，或者是 FRE 释放 RESURT 结果集，这三个都可以。这是我们现在用到的这些方法和属性。那现在结果我们可以任意获取到了，就使用刚才咱们用到的这些。你看这里边一共十个属性，十个方法，五个属性。那其他的是干嘛的呢？其他的就是在获取什么？获取列信息的。比如说，我想知道每个列的详细信息，我就可以使用什么？你看啊，这里边获取行、获取对象、获取列、获取列信息，它跟刚才那也是一样，也是每次获取一列，然后往下走一次。所以我这块可以输出一个 TR 一行信息，作为一个列斜杠 TR。然后用一个 while 循环，
比如 COL 是 FIELD， 每一列通过这个结果集里边 FETCH 下划线 FIELD 一次性获取当前的一列，就跟咱们上面这三个方法一样，获取完一列往下走一列。那它返回来的是什么呢？你看啊，返回来是一个对象，通过这个对象我们能获取到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列的列名、列的原名、表名、原表名，因为表和列都可以起别名嘛。然后最大长度、长度啊、字符集，然后类型等等等等都可以获取到。那下面例子，列名、表名、最大长度，然后标志、类型都可以获取到。所以我们这里边，我现在假如说只需要列名，所以我只要输出一个 th 斜杠 th， 这样的话它一共有五列，就可以自动循环五列，到最后一列的话就返回甲了。然后每一列的时候通过这里边咱们都可以获取到 FIELD 这个列里边的，比如说名字，你看能不能获取到这个列里边列名 ID 这个列名。如果有别名的话，咱们还可以获取到原名，比如说这里边有个 ID， 起个别名叫做CID， 然后有个 name， 起别名叫做 shop name， 然后比如说价钱，起个别名叫 shop 价钱，然后有个数量，假如起别名叫 shop num， desn 描述，有一个叫做 shop desn 描述。你看现在获取到这个名称是什么？是别名。那我想获取到原名怎么办呢？想获取到原名，那这里边我就可以，假如说前边是原名，我前面再加一个中括号，假如说代表原名的话 FIELD 里边 ORG name 原名，你看 ID name 原名就可以了。那想获取表名呢也是可以的，每列对应的表名。那我想知道每一列的长度，你看我想知道每一列的长度，通过 FIELD 里边的最大的 LENGTH 最大的长度，你看两个、五个、五个、四个、九个，这里边最大长度是九个，都可以获取到，就每一列的最大长度。你看这里边没有超过五个的，这里边没有超过五个的，这里边没有超过九个的，看一下。当然我还可以获取到其他更多的信息，你只要把这几个属性，你想获取到什么信息，在这里找这些信息就行了。我刚才只用到了 name 原名，然后没用到表名、最大长度等等，这些可以获取到。当然我们这里边还可以用到哪个属性呢？你看一下，还可以用到刚才咱们用到 DateSeek 这个可以移动记录的指针，我用这个可以移动什么？也可以移动字段的指针。比如说我在循环之前使用结果集这个，比如说我指定二，那你看它就从第二开始取，后边就会空出来，你看从价钱这开始取，后边会空出来一个，空出两个，从第二开始取嘛。当然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需要这个，所以我就说这个是记录的移动指针的，这个是字段移动指针的，有这两个特性。然后我们这里边获取列的个数呢，前面咱们也看到了使用的是这个获取列的个数。那这里边其他的属性都干嘛的？你看这两个之间区别，刚才咱们用不带 s 这个，这个带 s 这个干嘛的？和刚才作用一样，只不过它一次性能把所有列都返回来，形成一个数组，而数组里边每个成员就是每一个列的对象，用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次性全取过来了，并不是像刚才咱们用循环一个一个取过来的，这里边把所有都取过来了。所以这里边我就不给你做实验了，如果你想做实验的话也很简单，你就不用这会儿循环了，直接把这个加个 s 就把所有列都取出来了，然后再便利这个，这就是一个复数了，再便利这个数组，和下面写法是一样的就可以了。所以它就是一次性全返回来，这个是一次性返回一个，它俩区别就在这儿。
所以呢，很容易将它俩区分开。然后这里边其他的属性又干嘛的呢？这里边方法都能看到，就看属性了。属性这个咱们用过，这个长度你看什么意思？数组就是长度，你看返回列的每一列的长度，当间行对应的结果集的长度。所以下边有例子，你看，直接作为这个长度，每一列长度是多少？每一列的长度第几列？长度是多少？跟刚才咱们获取那个长度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有个快速的方法。你看一下，咱们在这里边获取到长度四个九个，但我刚才已经改过来了。那我还想获取当前列，还有一个属性是干嘛的呢？是获取当前列的。这个当前列呢，它需要结果集对象，结果集对象呢，你只要辨证到哪列，指针在哪个列下边，它就能获取到哪个列。所以我在这块，假如说我在前面想知道当前列，加个下划线，前面我想连接到当前列，这个不是说这个对象里的，是直接结果集里的属性，所以在这块直接用 result 结果集里边 current 当前的 field 当前列，你看一下就可以，当前第一列，当前第二列，当前第三列，四列，五列，就知道当前列的列号。当然你真正做东西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这些都取出来，而但是我们这里边有这些功能都取出来，就根据你项目的需求需要列的信息可以办到。那有的说了，我想知道哪个是主件，哪个是唯一索引，或者哪个自动为不为空怎么办呢？你看一下也有办法，打开连接数据库，进入到 DB 这个下边，你看一下，你使用 DESC 看一下 shops， 那这个也是色块语句，所以呢，我先把这个保存一下。你看一下，如果把这个换成，如果把这条色块语句换了，DSC 换成什么这个属性，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因为它得到也是一个表的形式，也是结果集，也是这个结果，通过结果就能把每一部分都获取到，所以你通过这里边可以取出任何信息。你看一下哪个是主件，第一个是主件自动增长的，然后什么类型，多长度，都可以获取到。所以想获取到表的详细信息，就可以通过借助于思考语句帮我们完成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改回去。来，我们总结一下，现在结果集里边，咱们不像上节课买 SQL， 咱们只学了买 SQL 里边部分方法。下节课呢，咱们会把买 SQL 里边的方法呢学全。这里边既然学了结果集全部方法，那咱们再总结一下，都哪些方法是跟结果列有关的？处理记录字段信息的，你看，首先 field count 获取这个属性的，获取列数的，然后 current 当前列的，有这两个属性，还有 length 返回所有列的长度的属性。那方法呢，比如 dtfield 移动列位置的，然后 fetch 下划线 field获取当前列的，返回的是对象，通过对象里边能返回所有东西，这是返回所有列的，返回是一个数组，数组里边装的就是上面这个每个返回来的内容，这就是获取列的信息和行类信息，通过结果集里边，以后遇到结果集就从这个方法里边使用。当然了，咱们这里边每一个方法都使用过了，保存一下。那既然有结果了，假如说这个结果太多，咱们不好处理，咱们用分页啊。你看咱们上一节课给大家介绍的分页类，分页类这个配置，那只要拷到我当前页面下，你看这分页类就怎么用，这是咱上节课用的
一个分页类，只要构造 file 中存一个总数和每行显示多少个就可以了。那好，咱们就用一下这个分页类，在这里边，因为分页类跟哪种连接技术没关系。你看啊，我只要在这儿创建一个分页类，page 等于 new page。当然了，我首先必须得把这分页类包含 include， 包含当前目录下的，我已经拷贝到当前目录下了。然后里边只要传一个总数，总数呢我得从数据库取，所以呢 result 结果集里边 MySQL 里边执行 select 星 from 从 shops 先取一下，从这里边才能获取到总数，使用前面咱们用到的 num 下划线 lws 获取到总数。然后每页显示多少个呢？那就比如说这里边我就还是默认选择10页就可以了。然后这里边从这个分页类里边我们就可以得到 limit 了， li 这个配置里边的有个 limit limit， 这样我就知道每页取多少个了。当然这些属性行列这就没有用了。然后获取到每页多少个了，你看我现在只加了几个地方，创建分页类，传个总数，然后把 limit 放在这儿，然后我想输出分页类，只要在下边 tr 斜杠 tr， 假如说我也是放在表格里边 td 斜杠 td， li 金让它放在右边，然后colspan 让它等于5列，我只要这块放一个$page 里边的 fpage 分页，你看就能获取到我的分页类，看一下好不好用。可以看到啊，这分页类里边是咱们有个输出，那就不用管了。你看一共9页，1 2 3 4 5，点第二页，点第三页，第四页，第八页，第九页都是好使的，或者直接到第三页，或者直接到第五页，点下 Go， 然后直接点首页，直接点尾页都是可以的。共82条记录，每页显示每页显示，哎，这块咱们分页类里有问题了，这是每页显示几条，应该说本页显示几条记录，从哪到哪，这块的文字你再改一下啊。首页上一页，每页显示10条记录。好，所以咱们很容易就把分页加上，这就是咱们借助于大上节课咱们讲的分页类来帮我们完成的。那你觉得这分页类的样式什么不好看，你咱们在讲分页类的时候都跟大家说了，你可以任意的去修改，这就是结果级的处理。好，这节课呢咱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主要是介绍了MySQL 里边给我们扩展里边给我们提供的 MySQL Result 类处理结果集，包括处理记录信息和处理字段的信息。那具体的应用呢，就希望大家将这些基本语法掌握好之后，然后在实际项目中，然后灵活的运用。好，谢谢大家。